佛转世，哦，所以他信奉的主要一个就是弥勒佛，他自称弥勒佛转世。那萧生呢，为了巴结弥勒，为了巴结武则天，修建了这一尊佛像，但是还没有修建完成，武则天因病去世，所以整个没有完工，就这样磨牙三不堪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主播的这个呢，其实它非常像帝王上朝时的一个景象，因为我们佛家中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手势吧。这样代表什么？像不像？有啊，这阿弥陀佛有这样啊。但是他，你看他的手和他的脚，应该没有这样的坐姿。没有，没有，他是这样的，对对，就这样。对，他的手和坐姿，其实他是暗含武则天的一个上朝时的景象，因为帝王上朝就这样，双脚是自然下垂的。新佛中国佛教十大名山之旅，现在说是武则天。龙门石窟，导游叫王林。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像给地下的一些文物百官打招呼一样。佛教中是没有，应该是没有这个手势的。我所了解的是没有。那旁边的这些呢？你看一下啊，那阿含的两个是进士，再往两边呢是他的皇帝的两位妃子啊，就这样的一个摆设。那他呢？号称龙门石窟最丑的一个建筑，因为仅完成，没有进行细琢，也没有完工啊。大家看完之后就可以往前走。好。